欢迎回到太平洋职业锦标赛季后赛冠军赛部分，闪电狼主场对上 BLK。那目前是用闪电狼已经先获得三个大分 ，BLK 则是零分哦。来看这边是第一把跟闪光哦，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左边的。部分喜欢哪一个？左边的。好好。我喜欢中间的那组，因为第一把那个警长造型毕竟比较新嘛，大家比较新鲜，比较喜欢，对，新人新比较好。我没有问题，比较喜欢这个角色啊。都哦哦，我玩闪光的话都是秀下线，秀下线是不是？对不起，比起第一把，比起闪光还是玩个第一把比较好。对，没有问题哦。刚刚我们看到花村是一个激烈的攻防之后，这边是由闪电狼再夺得一分，离季囧的生日礼物只差一分了。没有错，那在于现在镜像对决，凭那个远近阵打不赢闪电狼的情况下，究竟那个 BLK 要不要拿出这个传统的刺客阵来做应对，或者是下一张选直布罗陀，然后再用那个打 A 书一样的害影防守阵，在那个桥下的大补包区形成一个会战的一个主要地点。是因为我们可以，其实，在赛前的时候，我跟BLK 教练稍微聊一下啊，今天其实。打三天，那基本上在每一天的都还有点战略性存在。他第一天基本上都想要看闪电狼是否会套出什么招，因为对方是主场选图，所以第一天通常都会劣势。没错，他们就顺便来看一下闪电狼的招有什么，那知道说他们第二天的主场的时候，他们能怎么去做应对。对，今天中大这个射手位发挥的非常的亮眼，所以说我觉得不太可能会选择直布陀基地。那在66号公路以及这一个另外一张地图的话，我觉得是。应该会拿出派影阵来做一个使用，会来比较多。因为从很明显从第三个模式开始，长短枪已经明显打不赢闪电狼，那换成刺客阵，其实对多拉多是真的比较好发挥一点点，尤其是可以针对这一个士兵肌肉这个位置给予一个强行激活。没有错，那我个人也是猜测多拉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张的地图。多拉多，哎呦，今天两位都神预测，你可以跟请问两位可以跟我讲一下多拉多这些号码？可能一到四十二号，其中一号。一到四十二，但是我们知道闪电狼其实在多拉多是没有对战过的记录的，所以我觉得 BLK 一方面选择自己觉得有优势的图以外呢，他顺便想探一探闪电狼到底在多拉多有什么底牌可以拿出来。基本上防守依然是一个远近阵带和尚安娜的前压啦，是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所以在第二段闪电狼所有的站位，我觉得还是要靠那个 BLK 这边的闪光去帮助他们打出突破口。对，因为在这张地图，通常我们会施展一个口袋战术，那口袋战术的一个延展的话，这个深度就是要看这个闪光的一个强度来做一个判别。没有错，那两边选手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把画面交给分析台包子与阿森。好的，多拉多这张地图对于闪电狼来讲，因为我们刚才前面都有提到，他们目前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连胜记录，21连胜都是三饼，也就是说，为什么多拉多他没有出战记录？因为打不到第四章啊，是从头到尾打到第四章，只有四支队友跟他们打到，所以多拉多没有任何的一个交战记录。那这张地图其实对于 BLK 来说，因为我认为上周的一个直布罗基地，他们的一个害影防守阵是成功的，是有战术的，但他认为今天在端出来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被破解，是所以选择求稳打多拉多。这张地图他们打6次5胜1败的一个成绩，其实在例行赛的一个表现非常的不错，很稳很稳。那目前面对到闪电狼，闪电狼已经好久没有打推车图了，是好久好久了，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BLK 机会是还蛮大的哦。培根开台，培根开台啊！因为他说他拿到总冠军之后，他就要开台了，是他就可以开台了，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想要看一下培根 Jake 的第一人称闪光视角。哇，这边确实，我们来到现场的话，因为每一位选手前面都有一个画面，你可以直接追踪你喜欢的一个选手，坐在第一排。如果你要看培根，你就一直看着他，对，然后慢慢的接近，把脸贴在。他的荧幕上面，是，不过第一排人数有限嘛，对不对？人数有限，太靠近的话，其实选手会觉得怪怪的，会有压力，对，会有压力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开台的话呢，在家里看最舒服、最自在，是。但是现场第一人称绝对是最精彩的，没错。比赛高强度的对决 ，Bacon Drake 这一场一样是面对 IG Up。我们在前几场看到 IG Up， 其实在二三场他有。跳出来做即刻救援，但是依然不敌。问题点还是在于说 ，Trail 这一边跟Kiki 这一边两个坦克的进场不够，闪电狼这一边小组配合来的这么的强势。对，那在这张地图全次正面对到长短枪阵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值得看下去。
对，最惨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Blank 双塔进场的情况之下，基本上一定会被套球，套球就被快速被融化。那如果两个人没有办法协同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他们来讲会非常非常的难打。那这个也是目前看下来，其实我觉得 IG Up 跟 Bacon J 的闪光，你不要说谁比较优势了，那我们就6-4差不多差不多。那两边 A 塔其实它也有所发跟中大，那唯一的一个差别真的就是前排坦克了。是我现在看到了一个法拉闪亮，应该不会在今天的对决当中端出任何奇怪的阵型。是对他们来讲优势太大，对优势太大，这边应该是跳射一波，靠能够靠赛。对，这边看起来有侦查到对方做一个前手，对，有侦查到，这个是一个 nice try， 还可以接受。现在对方采取的是一个前压的一个防守阵型。对闪电狼来说，只要先处理这两个坦克，就可以把车子往前推了。是，这边没有去找对方后排，负责处理这两个坦克，坦克位置非常危险。我直接硬吃哎！是被撒粉，对，被撒粉，但是对方的坦克是被逼退了。闪电狼是用坦克打坦克的方式去处理，中岛在二楼部分不停的在做射击 ，Bank Trick 难得没有做渗透，他这边是找哇往前一打，打掉了 Edge Up 的闪光，这一波操作非常的关键，5-6的局势，在这边丧失了闪光情况下，撤离的部分 Bank 遭受到蛮大的压力的。对，这边被挤在左边的一个窄口，可以看到他要等队友，等对方对自己的一个闪光复活，要尝试再拉出来打一波。哇，拜托这边再出手，炸掉了这个机甲，那这边没办法，中打开心。你看他等下有他的大绝了，他要开射了，要开射了！哎呦，战术锁定在这个角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对方开了一个超凡路线，对，这个战术锁定的攻击都挡掉，还可以接受啊 ，reload， 哇，被根木给补掉了这个人头，但这战术锁定其实效果还不错，基久也开了一个大绝，因为他战术锁定是逼迫 blank 让他们不能够出来踏车，所以这边能够踏车的只有一个十二纳米强化的温斯顿，没有其他人了，温斯顿一倒直接爆裂。对这个大招的配合非常不错，前面也逼出了钢巴的一个保护技，那么让 Jones 有所发挥哦。对，因为那个大绝是把 Blank 的人员挤压在楼梯的窄口内，让记者开哦，让记者开大绝，这边雷残脚痛滑下来，没事没事，是没事没事，现在有优势。对，其实摔一下而已啦，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你们不要担心 ，Bacon Drake 就在下面，我们。现在 Bacon Drake 在教堂位的部分一楼哦，他应该是想要上二楼，理论上他要上二楼。中打在这个位置，我这个脉冲炸弹其实有机会去直接连到中打，但是 IG Up 是选择扣起来，对，想要渗透，我们可以看到被挂球 ，Kemo 的位置直接针对对方的一个，怎么会想要直接连 Kemo 的正面？这正面被吸掉几率很大。对对对，但是还是有收掉中打，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是闪光侧翼的一个干扰，我们可以看到这波 Kiki。跟队友强势的一个出群，拿到人数上面的一个优势。中岛在二楼位的部分是丧失了 Diva 的保护，然后其实就以他们的阵型来说，路西欧也不在旁边，这个奶线是给不起来的，中岛直接被抓掉。丧失了一个输出手的情况下 ，Frank 这边可以直接往前吃，而且吃的还蛮不错的。对，这波反而在地形上面，哇碾这个走位，我的老天爷啊！是断衣服的情况下被套球，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对 Blink 来讲非常难打，还就要尝试把人头给换回来，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不断的遇到 Blink 这个的一个追击。对 ，Blink 这边是玩小朋友上楼梯，耶，是这样跳上去了，哇，还捡到一个大绝。哇，这一个我们刚刚战术锁定，给对方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量。对，而这边和尚保护还没保到 Realment， 不然他在这边交出了非常巨量的资源哦。中岛这边开射了，这个角度其实是偏逼迫。然后呢，坦克在正面处理对方的后排 ，Kiki 这边爆甲右键左键再杀掉 Kiki。是这一波的一个云云大招角的算蛮有价值的、哦。对，而基隆打得超级凶，超级凶，他不停的往前去挤压对方。在金库这个位置 ，Bacon Trick 如果拿到一个大绝面的话，这个口，这个金库口是 Blank 是出不来的。是，对，那 Blank 选择是不出来打正面，那中打占据在二楼的位置，那你出来正面，我一样有优势。闪亮的站位非常的有侵略性，是，我们可以看到 Jones 这边没有太多的血，哇，他跳墙失误撞到墙壁，是，对 ，Kemo 丢了一个自爆 ，Kemo 这个自爆也没有塞进去，但是还是不小心炸掉了 A 塔，哇，就闪亮这一波是自己打差了，是，原本有的一个优势没了，我们可以看到中打的位置被挂球先退。这边插了一个生化立场，先跟主部队做一个汇集哦。是，一是季炯的站位是被收掉，二是 Kemo 机甲没有成功丢到深处去。他应该是想丢深处，但是卡到墙壁，掉到了旁边。对，所以这一边的原本闪亮其实是蛮有地力的，因为中岛已经占据在了二楼位，他那边是不会被骚扰的，蛮可惜的。
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先开战 ，Blank 要限制对方二楼的一个走位。这么有机会，脉冲炸弹漂亮！哇，这个不错，非常的漂亮。少了一个射手位，我们可以看到闪亮这波没办法打，先退。但我们可以看到 Blank 没有持续做一个追击。对，这个版本闪亮就是我不停的用 Q 做尝试。我有黏到有赚，没黏到我大局也急得超快。嗯，对，所以我觉得两边闪光都有做出非常出色的发挥。IJUP 一样在车里的部分做渗透。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侦察，哦，没有人发现他。对，但这个时候他没有脉冲炸弹，顶多是偷后排。不能贸然出手，不能贸然出手。他只要确认这一边不会有人吃上来就可以了。是，对。哦 ，Bacon Joy 的位置被抓到了 ，Ata 带走了 Realman 的 Bacon Joy 打掉了 Kiki 的机甲。这一边逼到了 Blank 开启了和尚的保护，连 Chill 都开启了大绝。但是Chill 开大绝的位置好像是在金库方向，壁咚不知道是谁。这边部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Chill 不在正面，这边要怎么卡车？难度是偏高的。嗯，这边其实开了一个保护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完全拿下会战。对，季总打赢了 Chill。哇，刚刚应该是两个温斯顿在互拍，是不是？我不知道。A 塔直接开大了。对，哇，季总在这个位置，这个点上，在这个营运其实有温斯顿的人会比较有优势。是，对，这边连着炸弹。哇，但这个自爆炸的位置，Baker就被炸弹炸了两个人员。是，这个有点吊诡，我刚刚连到D8身上。他是不是黏到了小迪巴了？对，好像是黏到小迪巴。然后小迪巴跳下去，然后呢炸死了 RQT。对，因为他的机甲爆了嘛，我想说那个炸弹要被吸掉，没有想到直接产生伤亡啊。对，在这样的位置，其实闪亮已经打得挺不错的，但是看起来 Blank 人数补来的优势量还蛮大的。Blank 就持续做输出，第二次脉冲炸弹赶快就要出手了，再 dash 一次，这波有搞头。我们看一下 Blank Drake， OK 有大绝，哇，直接打掉了。这边时间对闪亮来讲是个压力哦。左勾拳直接带走 Bacon Check， 不过两边闪光都倒地，中了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持续做出输出，而且 Ata 被露珠了，这边左键做出输出，啊 Ata 位置被逼迫，可以帮我再炸掉 RQT， 点上剩下 Trill 的一个温斯顿以及 Kiki 的小 D.Va， 帮他们刚把瞬间开启了自己的保护来做最后的拖延，季总快要有大绝了，这边先是吃到了 Realman 的保护之后呢，季总之后就要出动了，先打对方的 Ata 时间很长，季总开大绝狂拍，哇又再往前壁咚对方的后排，干嘛这边遭受了很大的限制，哇。直接把别人壁咚在墙上，接下来再接一套技能，直接活拍死，非常漂亮的操作，完全没有奶线。我们可以看到露西亚做一个坑点啊 ，RQT 最后的一个机会哦 ，Kiki 也被打掉的情况之下，这边站点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已经到 overtime 直接站点。Rank 其实已经守得相当不错，对，特别在第二段的一个部分，把对方闪亮队是拖到 overtime 一分半的一个时间。第三段其实对于闪亮最大的一个状况是要先把车子过转角，对，那么对我们来讲，其实右侧的一个二楼对于 Rank 的一个防守是有优势的。那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说，如果说 Blank 要把防线架在这一个二楼，他们要再次小心 Bacon Drake 的大绝，是对，因为这个三个软皮肯定是站在一起，三前三后，三前应该严格说起来应该是侧翼的部分的前，还有一个闪光的侧翼在做骚扰 ，Bacon Drake 来马上来二楼这边要猥琐人了。这就是 Bacon Drake， 他这个人超级猥琐，脉冲炸弹出手，哇，没有粘到，不过是 Nice Try， 果然是 IGM 这边炸到了中打，哇，这边有一个配套，我们刚刚重击的一个位置也倒的情况之下，时间对闪亮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必须先撤再拉回来再打一波。对 ，Blank 其实下一波的一个大招循环来到他们身上，对，好加在 Bacon Drake 这边没有炸到，不然那边绝对是一个炸弹三条命。嗯，真的是三条命。Blank 在这一波防守有优势 ，Blank 却没有大绝，而且他们本身 Ata 目前的状态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二十秒的时间，闪电狼这边要不防线的话，势必会大入 overtime， 所以有一个坦克势必会被压在车子旁边。哇 ，Ata 真被抓到了！哇，直接马上奶了起来，和尚开启了保护，这边 Ata 要开大绝了吗？对方的保护直接加掉去的情况下，他选择硬开。Kimo 这边马上过来做限制 ，Ata 的位置很差，开大绝的时间太快太早了，反而是中来这边直接开射。左键配上 Bacon Drake 直接在做追击，哇，对方的软皮还没找，季总兽在这个位置收掉了钢巴灯 ，AJ 被带走了 Zinker， 两边一换一误打误的局势。哇，这边还有开野性之路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让进入到 Overtime， 有人碰车，哇，这一个直接壁咚，这个空中接技直接把这一个肌肉活活给接死，接下来再拍点上的成员，再拍对方的 Kiki， 我的老天爷！哇，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看一下季总的一个表现哦，在正面锤，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人数不太足 ，Kimo 丢了一个自爆。这个自爆没有太多的一个帮助，在穿回来的情况之下，季总在吃奶线，再回来，他卡在车边拉回来，已经在 overtime 的一个时间了。哇，这边没有打掉，很可惜，反而被 Bang 这个给收掉。RQT 杀掉了季总，目前坦克闪亮的是没有任何一名坦克的 ，Kimo 的小 D.Va 这边没有衣服穿。要活被打死了 ，Overtime 没有人踏点，成功防守 Blank， 在第三段的转角处，
对 BLK 来讲啊，第二段真的是他们的防守策略非常的成功啊。那么包含整个大招的营运也是来到他们身上，所以也导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闪亮在第三段对他们来讲时间来讲是只有一分半的一个时间。我觉得第三段一分半明显看起来是不太够的。是，第一段是 BLK 这一边 IG 先被打掉，所以导致闪亮往前压，那侧翼的部分会遭到对方 BLK 这个的刺客骚扰。然后这一边其实就已经奠定了 BLK 在第一点很难守，他们没有办法架防线，他们怎么架防线都会被对方的温斯顿以及 BLK Drake 的闪光给限制。那来到了第二点，第二点其实他们已经守得相当不错了，已经守得相当不错了，而且在有一次闪电狼出现了一些比较失误没有打好的情况下，还是把第二点守下来。不过在后续的一些点上的处理 ，BLK Drake 的脉冲炸弹刚刚是炸掉了第一把，加上对方的露西欧，这边最为关键。对，这边最为关键，因为这一边就导致了说你们防守方人数优势反而是变成持平，我闪亮的人员后续补上有机会。再来是第二个点 ，Chill 不知道在哪个角度开大局，一直没有在正面做卡车，后续还被对方这种给打掉，这一边最伤。那第二点就被闪亮拿到之后，第三个点真的是 Blank 也算是守得蛮成功的。是，来看一下攻守互换两边的一个选择哦。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半场 ，Blank 选择做双坦的一个前压防守。这张地图过去，闪电狼队在例行赛从来没有打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会端出什么样的一个套路哦。这个套路目前看起来应该也不会是角色上面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不会，因为闪电狼其实他们眼光应该会放得更远，是放在世界赛，是会想要放在世界赛。面对到今天已经3-0的局势，就以闪电来说，所以他们是被逼到紧要关头，不然招式都不会轻易的拿出来。季炯一样在跳舞，然后一样是长短枪，中打完76，BLK就玩闪光，从以前就玩到现在，从我们第一循环就玩到现在，严格说起来是第二循环。对，第二循环的一个后半段就一路，基本上换了这个阵就21连胜嘛。对对对，一直在用非常稳定的一个阵型，一直在用这样的一个连胜记录。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闪亮应该是也是想要采取一个前压的防守。目前看起来季炯的一个位置就在后面了，被抓到，但是他被套球，所以这波进场对他来讲非常危险。这个情报其实有出来，而且 Realman 不停的在摸他，他压力其实还蛮大。6滴血线，哇 ，Pub 的回缩没有回缩了，季炯还打掉了钢把，但是季炯应该也是要死掉了，他应该是被 cut 掉了。他的位置非常的危险，但是没有 Sink 一个粉撒得很漂亮，他不止救到了季炯，还撒到了 Blank 的复数成员，想要去追击季炯的人。在刚刚那个角度，我看到了 BLK 上二楼的人员都是紫色的血，所以季炯还活着。两个到三个，基本上如果在那种血量的情况，你就不敢再追击了。我豪哥奶的真好，你看现在80%的能量，还赢大赢 BLK Drake， 你就知道他今天的能量进账非常的优秀。IGL 跟 BLK Drake 在做单打。没有结果，没有结果。是，这边赶过来帮正面了。我们可以看到一波压进去，情况比较绝的追击。哇，侧翼也被带走。哇，这边开战对 BLK 来讲是大妖啊，这边漂亮，这边 Chill 真的就跳对了，他就跳对了。这个跳得非常的及时，而且配合自己 HUB 的闪光侧翼的一个追击。边疆剑虽然换了两个，但是无济于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快要到点喽，闪电狼有可能先被抓到了。这个没有办法了，在这一边真的是 BLK 自己打得非常的好。对，这一波的会战他的选择就是要进场嘛，5-6，没有边疆剑克。我攻打在这边直接倒下，季炯是让那名强化中来做最后的拖延。其实这边看能不能够骗到 BLK 的大局，是要对。这边要开吗？我们可以看到开了。这边在打乱的情况之下，对方开了双保护技，缴了蛮多的一个资源的。不是这个骗的也太多了吧？闪电狼超赚，是超级赚。第二段对他们来讲 ，Blank 把所有的资源投在第一段了。而且 Blank 交了两个保护加一个原始的刀，而且这一波还没有要赢的现象。是，这边拖了蛮长一段时间哦。却我们刚刚 Kiki 的一个自爆也直接开了，这边要即将开了。对，哇，哎，我中场这边开射了，这个大绝被限制住。好，这边点还没有抢到，在正面这波的会战直接拉出来中大，拖了很久的一个时间，耗了对方大部分的一个大招。好哥狂奶哦，中大在这边就像是被锁血一样，持续在做输出，打了超级久。为什么 Blank 的刺客正处理人的速度这么慢？是没有一个极我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看到重击的一个位置也直接被收掉。对，不过 Blank 原本其实第一段对他们来讲尾声的部分，他们应该是可以收得很漂亮，带着这个能量拉到第二段，但是现在大招全部缴掉。而且刚刚双保护还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交，对，所以说对于闪电来说，这真的蛮赚的。双保护，那基本上你能够收人的速度应该就要快，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哦。对，并不理想。所以我们看到电狼现在尽管是没有资源，但是以电狼的本钱来说，他们可以输一波会战，完全没有问题。A 塔拔刀，等一下就开舵。
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还要小心不要被 single 睡到。哇，这个角度还不错，但是有人在限制他，限制他，而且限制很激烈，被套球，套完 A 球血量很残，先保命再说。对，这边哇 ，I drop 发飙了，哇，这边极限操作杀两个已经很不错了，是。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A 塔持续的一个发挥，在窄口对面有一个 Real Mate，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直接选择撤了，对，这边要先等。对于电狼来说，他们这一篇可以输一波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已经是让对方拔刀之后还没拿到人头，效果已经很不错。哎，这边怎么 trio？ 在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哦，对，血量很惨，被套球被打掉了，真的太危险了。这个吃太深了，旁边没有队友的一个协助。他 dash 已经没了，他还想往前吃补包，对方人数会回补的。Trio 这边真的是大失误了。哇，这边没有办法，原本这一段对 Blink 来讲应该是蛮稳的哦，但是这个时候从 Trio 掉的情况之下，后排整个爆掉。因为说这一波 Blink 稳打，起码是5-5开。但是他却有这个选择往前去吃补包，变成8-2开。对，通常那一个跳，你如果要限制对方在窄口情况之下，你有野性之怒，但他没有，对，他没有吃很深，然后回来就直接爆掉，被套球。就他一想要去吃补包，就看到 Bacon Trick 就想说哇，完蛋了，哇 GG 了，对，出现了人生的跑马灯，是，我要跟我妈妈说我爱她，就死掉了。这边我觉得他不应该去吃补包的，这个选择我觉得不是很正确。对啊，对他来讲应该可以再等一下，嗯，可以再等一会。看一下这边这一个进攻，一样刚把有一个保护技，不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闪电狼队，哇，这边是即将六个灯亮，对，非常强势的一波。这边要七龙珠了 ，I drop 有机会，脉冲炸弹，哇，被吃掉 ，A 回溯，哇，好加赛没有被推死。现在反而是贝克这个要秀了，哇，这个套球，你的闪光没大绝，我的闪光就可以做事了。从车翼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往前排打，这边应该有机会。车翼的部分进去，有点乱了。车翼的部分可以进去 dash， 然后呢再配合上脉冲炸弹。雀儿的位置是脱离主阵型，骚扰后排，但是他的一个地板没有跟上。哦，原是拔刀，哇，但是直接被保护给吃掉。这个大绝没有拿到太好的效果，闪电在这一边还有很多营运可以打，还有三个灯。这个在配合上无缝接轨的路修保护神量，在这一边的优势面还蛮大的，逼迫对方 RQT 交了大绝 ，I job 带走了 Zinker。目前 Baker 就还有大绝 ，Kmom 还有大绝，这边系统开大带走了对方的钢把 Baker 就跟 Kmom 在各带对方的一名成员 ，Kiki 也反身丢了一个大绝，炸掉了 Realm 的这一波混战还没结束，自爆炸掉了 Kiki 的机甲吗？这边 Kiki 的机甲血线很残，马上被带掉 ，Baker 就120滴血线 ，pop 了这个 dash。在指使对方的 A drop， 最后残血依然不敌对方的辅助成员的火力伤害，最后松仔过来做踏车，配合上和尚，这边撑了超级久的一段时间，三个人暴打对方的 Chocho 也倒地了。哎，这个后面赶来三人薄皮部队，居然可以打得这么出色，松仔这一波进场。右键先把对方给带掉，而且两个双辅的协助情况之下往前强势吃一波，非常夸张。连 Singer 刚刚也有带人，居然是守住这一波 Blink 最后的一个进攻机会，30秒的一个时间。因为包子 Singer 跟 Realman 都是玩射手出身，是他们那个角度直接两个开射，我觉得非常的离谱，非常扯啊。对，这真的是打得很漂亮，真的是这个单兵强度真的有出来。是 IG Up 这边脉冲炸弹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最后一波的会战，哇，有没有机会？血线很危急 ，Pub 的回溯。哎，就要再找他，抓不到。脉冲炸弹有，这边什么时候要粘很重要。Kmom 在这个位置，其实 I Jump 已经大可可以直接去对方的后排做渗透。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先倒的是 Kmom。对，这边要渗透了，要渗透了，这边应该是直接抓，没有问题。哇，欸、这个粘没有粘到、欸。哇，往下粘到，糟糕了！中塔开射，这个角度你没有删掉对方的后排。中塔这边，我还好 Kiki 有带走，但是对方也已经开启了一个和尚的保护，在这一波爆甲 ，Bang 就跟脉冲炸弹出手炸掉了 Kiki。非常的出色，接下来四个人也四打一，对方的一名成员剩下 Trio 只有一个人在点上，血线很残，马上被带掉。我的老天，果然没有人打点。哇！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多拉多成功的一个防守是来自于闪电狼队啊，最后一波这个会战打的是非常非常精彩。飞跟 Jack 那一个是暴击甲粘到宋和娜，对，他的闪光太扯，他的闪光可以上下楼梯的那一种，还可以。脉冲炸弹粘到喷出来的小迪吧，最瘦的那一种哎、欸，对，非常精彩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下 highlight 会是谁呢？哇 ，Bacon Jack， 他的闪光在最后第二点的这个推，这个脉冲炸弹就是这个，好快，我的眼睛都跟不上，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做了什么？暴击甲，那么粘到宋和娜，这一波会战直接结束，对，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干扰，我不想让你宋和娜有再度穿上机甲的机会。对，这一边真的是40，哇，这边真的是季炯的一个生日礼物、啊。对，季炯拿到了今天的生日礼物，那明天会不会中塔也拿到属于自己的生日礼物呢？对，刚好两位队员，一个是季炯今天生日，然后明天是中塔，
哇，今天这场比赛打到一个4-0多阿多，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觉得闪电狼的进攻第三段没有拿下，但反而是来到 BLK 这边，第二段居然是完全是攻不下来。是，但就我看来，虽然是4-0是一个蛮压倒性的一个比数的差距，但是在明天 BLK 即将会担任主场，所以明天的比赛，我想分数会有所变化，小分会有所变化，而且 BLK 今天的看起来的状态是蛮明显的。是可以针对去做讨论跟针对去做调整的。是，那么也恭喜闪电狼队在7战四胜制的比赛，最终是以4-0获胜。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啦。是因为易先生还在穿鞋。对，他还在跑步，他还在跑步当中。但我们也可以聊到，就是对于这个 BLK 来讲，今天的一个状况，他们想要打稳，稳的地图有几张？稳的地图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国王大道跟多拉多这两张都他们的一个选择。但明天那个选择策略是135，那对他们来讲说，我觉得明天有可能端出伊利欧斯。伊利欧斯工业区是。第五张不好说，不好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打到第五张，还不知道，就一三这样子。那我先猜这两张。那但是我觉得就今天而言，其实选择光大道这个策略，我个人认为是有待商榷，因为在控制地图你已经打输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常常会说控制地图，你基本上就已经诚实的反映你今天的手感跟状态。对。那如果说你想要在接下来的基本面再拼赢对方，你要选基本图，那除非你控制地图你赢。不然的话，我觉得你选这样的一个策略是还蛮陡的一件事情。对，那原本我以为是会出艾希瓦德，我一直觉得会打艾希瓦德。那看一下 BLK 这边有什么战术性的东西可以去跟对方做针对，不要打硬实力的比拼。但是一样是选择光大道，那光大路过也输掉的情况下，我觉得4-0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高。是，那么也恭喜闪电在今天的比赛获胜了。我们把时间交给分析台易先生。欢迎回到分析台哦！没有想到今天G9如愿拿到了他的生日礼物，4-0，闪电狼这边是击败了 BLK 在第一天的赛事中。对，确实在应该说两队在 A 点的防守区就是瞬间爆掉了。那反而在后续的防守里面的话，我觉得真的看到蛮好的东西，就是在这个第二段，这个每个人都选择后撤的防守，可是最后有几次的进攻的话都是没有什么成效，反而。还放上周一样的错误，就是星星跳二楼区，然后滑下去。对，这个只能徒步离开那个二楼区，然后是被这个闪电追击所打掉，这是非常可惜的。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是在多拉多一直以来，我们会觉得说啊是 BLK 的强徒，没有想到在第二点前就被拦了下来了。对，那这边反而是 H 上周的问题哦，就是在闪光这个位置处理不掉，所以后来 BLK 换了一个想法，就是换成忍者一个纯刺客阵来选择换家，就是我跟你比换头，对，我们这边跟你打赢，直接冲以后排辅助。那反而第一段 BLK 爆掉的原因，是因为后续那个自家闪光被直接被打掉，可是这闪电狼的话，则是在那个防守区的时候，他直接不理 BLK 的闪光，直接所有人爆冲到对面的大部队，直接吃正面，这反而是一个蛮好的思维。对，在这个第一时间点，在没有这个选择，两队都没有选择入席哦，进行一个 AOE 的一个补给。那在第一波前压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觉得打在前压这个时间是过于太长，那选择后撤的时间点，便是被压缩到了。所以说，在 BLK 的部分，在第一段是只能选择被迫在喷水池最后面的那一段来做一个补给。那安娜是有立即丢出了一个衣冠来进行全员补给，但是后面还是一样。因为在这个视野很差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将整个部队往前带，那是整个第一时间是在第一时间点 A 品是送爆。对，而且我们发现说闪电狼起来进攻的时候，他们如愿以偿，就是我们成功一直把会战，你出了刺客阵，那我成功一直把会战转型成营运战。那其实以攻敌方来说，我只要能打到营运战，车其实一直都会有往前推的压力，反而是把问题丢回防守方的身上。对，只要忍者拔刀实力，我们这些双保护成功扛得到对面忍者的大招，基本上会战后续的一个伤害的话，都是给闪光去做就好了。是的，那我们也捡几段重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的重播。第一段重播，我们来看一下培根一开始左下角先是炸出了第一个破口，机甲地法一那个机甲一掉之后，马上来做压门。一开始这边 BLK， 我觉得，想问一下力宝，你觉得 BLK 把撤退位置拉在这个小口是好事吗？对，他们是被逼迫，最后新人是选择在这个窄口会战，因为他们最初是那个。在所有人残血的情况下，他们被迫退到这个水井位置。那所有人大部队五个人的情况下被吃，所以他们这个是会这个会战的话是第三波会战，因为第一波是一个拖时间的战术，是前压，然后第二波的话则是掉了一个 eye drop，
掉了一个闪光，所导致后面这个劣势会战的结果。那第三个会战，它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而且闪电狼有趁，就是你倒一个闪光不想打的状态下，我祭种直接把你压了，我不让你到水池旁边，我让车到这边跟你打。你刚看到星星呢，被迫性的是要站在车旁边，因为他选择那奈米强化去吃后摆的话，车就被推到，那反而他只能选择站那个位置。然后闪电狼是所有人离开车子，优先去清对方整体的大部队，而不去理个星星，反而也同时浪费了一个奈米强化。对，包含在旁边的一个车翼，其中打在那个时间点是有开启一个大劫，其实也被这个压逼这个温斯顿的一个血量，所以说温斯顿是没办法离开的。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波第二段的回放。第二回放，我们来看到这边是 BLK 在进攻的时候闪一个闪电狼的防守，其实在这边打两波都非常惊险。一开始这一塔拔刀之后，马上超凡入声开启，看到这波的伤害。我们看到这边确有星星变大之后，是没有成功的把闪电狼的成员给拆散，自己血残先拉掉，之后阴波屏障 pop 下去，保护到很多人。iDrop 这边是点掉的是 Sinker， 确有也到后排收掉中打，这边人数优势其实是放在是 Blank 的身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自爆互换的结果，其实让人数都变到非常非常的少。应该说这一段的保护，应该说 Trail 的一个大绝和 ATA 的一个忍者大招同时叫的情况下，结果一个和尚大偏到两个大绝，所以这也让闪亮后续会再拿到胜利。是，没有一个星星的大绝，整座后续的一个正常。因为我们看到今天 Blank 他们策略是好像跟上一周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策略是一样，就是 ATA 先拔刀进行对方冲击对方的一个辅助，然后或是冲击对方的这个士兵七六。但是我们看到闪电他们的应对是第一时间先开启这个保护技，其实这个方式是不奏效的。那以常态性的进攻是应该温斯顿往前跳，对对方的一个这个温斯对对方的残压塔以及路修来进行一个施压，让他先行先将这个保护技能先交掉，然后原是在二拍进场进行拔刀收割人头，反而是在不要选择是第一时间交出拔刀逼迫对方保护技，而是在第二波会战对方开完大绝的时候才选择交这个忍者拔刀。我先尽可能给你压力，让你看你们在，你看你能不能承受过这波压力。不能的话，你就会被逼迫缴出保护技的时候，我再。因为如果在那个时间点，你这个温斯顿一开始就先行被打掉的情况之下，对方真的有交招了，其实那一波会战打输也没有关系，我们卷土重来再来一次。那因为他顿失了这个保护技能，我二拍我第二波返场的一个技能的话，就可以靠输出打出一个亮眼的一个击杀。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弹重播，这边也是 Blank 的最后一波进攻哦。因为经过也是拉很长 ，Blank 那边选的是从右侧做进攻，二楼部分我们看到是摆的是中打跟 Sinker 的和尚。地面部队的话，培根杰克跟 Kimono 在车旁边做撑点。一开始 Junji 在小房间里面是跟是遇到了大部队，一直接给 Blank 的后排做施压之后，这个星没有跳上去。这个时间反而是有点拖到了，那拖到反而是让闪电狼后续一个人去做支援之后，让二楼重新把点抢下来。Kiki 这时候在限制中打，那地面上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超凡入声保护自己的队友来做撑车。对，照理营运面来说的话，应该是 Blank 这波会战有优势，没想到 Trail 的一个大招并没有限制到整体的大部队，因为几次四场比赛看下来，其实都蛮多的一个星星大绝，重击都有成功收到蛮多的人，那反而 Trail 的话就没有做到一个那个跳的两秒钟的CD时间，造就这场会战的不同。对他选他应该说他滑下来，第二次的滑下来，所以他没有第一时间配合刺客去集体杀掉刚在那个边边的人哦，因为在那个位置的话，很明显是刺客是有优势的，因为第一个是你的视野差。会战又受到局限，然后星星还有机会把人家锤下去。那在这样的一个优势的会战点，星星却没有做到事情。没有错，那这边也是攻击闪亮，这边是4-0拿下胜利。来看一下今天的赛程。哦，今天是 MVP 哦，拼错了哦。这边竟然是 Sinker 的安娜，是。他今天的一个韩国血统睡眠针，的确是让我们下降。国王大道第一段防守哇，然后花村 对多次保住了龙大。对，尤其是 ATA 拔刀的时候，这边选择交出奈米强化，直接扛掉了两下拔刀，也成功保住了中打，拿下会战的胜利。在我们正在看培根杰克跟中打在前面秀一手的时候，后面有一位男人默默的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位。对，其实刚刚多拉多的第一段 A 点的一个防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中打他能够存活这么久，在车旁一直不断的射，那个旁边都是辛克站在旁边一直做一个补给。对，培根杰克刚才有个也是配合他是一个闪光在挡车，对，也是配合的一个和尚。对，拿到 MVP 名副其实。嗯 ，ATA 那个在 A 点那个防守非常的久，我应该说，因为我一开始口误说两段 A 点爆很快，因为只要花车那个印象让我太深了，所以我就脱口而出说哦，两边都掉得好快，对不对？掉很快。没，那个闪电狼那边守的还是久一点。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赛程。今天赛程呢，第一张尼泊尔，再来是国王大道、花村、
还有多拉多是依序是闪电狼3-1拿下尼泊尔胜利，光刀3-0拿下胜利，花城4-3，多拉多2-1，这边是一个祭酒的生日礼物，这张图可以接下来丢给他，是目前4-0，哇，完全压倒性的赢 BLK， 那明天的话则是 BLK 的一个主场图、哦，对，说不定明天会相反过来，说不定，因为其实我们虽然都是4-0，但是其实里面有非常多波的会战都打得非常的焦灼，但是都是被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操作，甚至是一些 outplay 来改变了整体的战况。是的，对的。那明天的话，他们 BLK 可以拿到他们最弱势的一张这个占领地图。那究竟会拿出神庙来做拖延时间呢，还是选择改善工业城的缺点，强化 A 点的防守，然后在 B 点的时候拿下胜利？对，有，我觉得蛮大可能是输工业城。是的，那你这个控制地图，就是 BLK 的部分，就是他们最近期拿出长短枪，还有这一个汉影体系。那今天已经搬出的这个长短枪是确定打不赢，刺客阵好像也打不太赢。所以说，我觉得在明天的这个地图上面的选择，应该是可以在控制地图祭出双飞这样一个套路，来针对闪电狼的一个长短枪。然后在这个混合以及占领地图的话，看看可不可以选择像这个聂宝所说的这个神庙，然后拿出汉影来进行一个镜像对比。嗯，我觉得如果长短枪打不赢的话，是否要拿出汉影型的防守阵来应对现在的闪电狼，又或者是打刚刚的那个多拉多的体系，就是我这边不跟我不处理 BLK 这个，我选择打换家，打换家完之后，我再用优势的人去处理剩下的 BLK 这个。我增加我的攻击次数跟节奏，我不要跟你打营运，那也让你的一个长短枪七就发挥的效果不会那么的好。对，但是这样是有风险的，万一对方的双斧那个营运比你好的话，那对方不断的开双保护，你就完全打不赢。那位在后面默默支持的那位男人又一直睡到忍者的话，是那就出事了。对，应该说忍者会没有办法用拔刀打出破口。刘基，对，如果但是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如果这个巫师公有办法对对方的这个辅助位强行逼招的话，还是可以就是有机会反打一波的。没有错，那这边的话也在这边也要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之后在3月1号到5月29号啊，就是有曾经取得大师级别或者是以上的玩家，就可以准备组队去参与我们的斗阵特工公开赛。那我们也看到是报名到6月30日截止，那赛事将由7月12号展开。没有说错，报名到今天晚上截止哦，今天晚上我说错了，到今天晚上截止。赛事于7月12号展开，明星之路由此展开。我们发现到，我们上次的神秘客大乱斗也是让许多选手秀了一手，那也是有成功，有些选手就加入了一些职业队伍。那这次也是你的机会，没有错，好好的把它把握住。对，不像我没有大师，就没办法参加。还要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第二赛季的一个升降赛，是7月5号、6号晚上7点升降赛的赛事，也要请各位关注一下。那要是能够完成公开赛的标准季赛事的话，可以获得10美元的暴雪点数。进入决赛，玩家还可以得到更多丰富的点数与奖品。对，所以就是，那只要在每个竞技对战中晋级，就有更高机会可以取得下一次公开赛资格。未来在公开赛中可以取得优异的玩家，都有机会成为斗阵特工太平洋职业锦标赛队伍相中，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职业选手。这是我来念稿。没有错，还没搞对。好，那非常谢谢各位今天观众收看，那今天恭喜闪电狼4-0获胜，我们再把画面交给主持人。好，欢迎来到赛后访问，在我身旁是今天的寿星 Junji。好，大家好，我是闪电狼的 Junji。好，生日快乐！大家要帮他唱生日快乐歌吗？那你起 key。好，我起 key。对。我怎么唱？好。那我数1、2、3。好，1、2、3，祝生日。耶！谢谢大家。讲一下生日愿望吧。吃到老干杯。哦，吃到老干杯，拿到冠军，然后 Ray 要请我们吃老干杯。老干杯，所以等一下不会去吃。等一下还没有计划哈。还没有计划，因为还不饿嘛。我是有点饿了，但总大感觉看起来不太饿。他刚刚喝太多饮料了。哦，好，那我想问，就是如果说你要不要先在这边讲一下，明天如果得第一名了，你有什么感言？要不要现在先讲一下？因为我怕明天情绪太高亢啊，然后你可能就没办法讲。感言哦。想看到队友哭吧，感动泪流有没有？
那种感觉，然后我是不会哭，因为我最想看到中达哭哎、欸。他看起来就很男子汉，看起来一定不会哭，应该不会哭是不是？明天逼他一下，因为明天他毕竟是寿星。我觉得他哭的原因应该是因为终于可以吃烧肉了，贵一点的。好，好，哎、欸，而且你知道你们在那影片当中啊，你们为了一个帽子在那边抢来抢去，其实看了有点就是想说，嗯，为了什么？然后想说，哎、欸，今天里面的影片当中谁 NG 最多次？NG 最多次哦，我记得是新可啦，我是两次而已。那时候拿帽子就很尴尬，因为也没有讲什么话，然后就拿那个帽子的画面就看起来很奇怪。我在看的时候一直笑一直笑。因为他刚在下面跟我讲说，他们看 HQ 的那个影片当中，他们觉得哇，已经觉得很干了。他想说他自己应该会更干吧，是吧？我那时候真的尴尬到会死了，我真的不敢连那个影片我都不敢点进去看。如果想看可以自己去看。那我想问，在刚刚在花村的地图当中，它其实是占领性的地图，那通常大家都会拖时间，但是今天被飞快的被破了 AB 点，那你们在队上的话心情是觉得怎么样？那时候就 A 点有讨论好要怎么打，然后结果新客突然死掉嘛，不知道为什么他中风然后直接倒地。对，然后那时候就还没有回复好心情，然后 B 点就在守的时候，然后就大家都黑人问号，然后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突然就死了，然后六分半就没了。对，所以你们当下心情是傻眼，然后怎么这样子？就出乎意料之外，因为然后我们后来就有讲说，不要再失误，等下失误的话，烧肉要一个人要请客。所以你们就是刚醒的要请客，失误最多要请客。所以是因为刚刚其他队员就是太心急了，对不对？对啊，太心急太急了，就是没有准备好。那你觉得今天在 BLK 上面，你觉得他们？失误到在哪里，让你们可以这样子那么快的可以把他们4-0的击破？就是太急的开战了吧。嗯。然后他们如果不开战的话，我们慢慢的去营运整个大决循环下来，也是我们比较赚。所以这是你明天建议他们，对不对？不要太急。所以他们明天如果没有很急的话，你们可能。哇，那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开战，然后他们也踩不到点，我们就赢了。OK， 好，那我想问，就是其实，在八月中的世界赛当中，同组的八支队伍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哪一个坦克是你觉得不错的？我是有去每个都看过他们有没有在开实况或者是比赛的记录。嗯。我只有看过美国一些 VOD 的，可是我没有很专注的在研究他们的 VOD。因为现在都在还在比赛。现在还在。先打完那个什么，就是 OPC 嘛，对啊，冠军先拿了之后，然后再，因为还有一个月嘛，大概还有一个月在研究。好，有没有觉得那个奖杯离你越来越近了？很亮哎，我看了有点刺眼。好亮哦、喔，有点调一亮。你要不要先站过去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看一下，因为今天你生日嘛，可以摸吗？摸不太好，我怕等一下把它推倒。对，先不要，你看一下。明天可能 maybe 就是你哎，不要摸。算了，好，怕赔钱啊。好，我们回来。Okay. 好，我们再次呢，恭喜闪电狼呢赢得这一场的比赛。那今天的赛事呢到此结束了，那大家不要急着走开，因为接下来有采访区的访问之外呢，还有现场的观众呢有抽奖的时间。如果呢你也想得到斗争特工限量的商品的话，只要上网索取季后赛的票券到场支持你喜欢的队伍，就有机会得到了。所以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把握时间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来到沙发区哦，大家好，我是易先生。那这边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BLK 的 Gamba 还有教练 Serenity 来接受访问哦。对，那今天虽然是被4-0，但我个人觉得是虽败犹荣，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比赛。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花村的一个攻防，双方好像都没防守都被秒破，但是攻击都打得非常激烈哦。想问一下选手跟教练怎么看待花村那场赛事？He thinks that Hanamura was the most intense map in the series. Is there anything that, special that you want to say about Hanamura? I think we got a really good push initially. I think that's why that map was intense. Hanamura is not really a map that we practiced a lot, as you can probably tell by some of our pushes. So we're surprised with the result ourselves, actually. 大家也看到是我们第一波攻势就是做的真的很漂亮，但是也可以从成绩上来看的话，我们就在花村的话没有那么认真的去针对这样子。那最后这边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about Hanamura? I think like the first push as well, I think we just actually locked out with that push. We've always been like good at capturing first point, it's just we're so bad at second point. Like, it's not a map we study or put effort into, and so we're going into that expecting to lose. 就是表示说 他其实对我们第一次进攻那么成功也有点意外啊。 但是毕竟那张图就是也别人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不是针对就是特别训练这张图，所以从成绩上也这样子就看得出来。对，那也非常可惜，不然原本你们达成这个时间记录，我们都吓到了。我们全部人都还没准备好就直接拿下了，直接拿下第二点，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精彩。那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天对上闪电狼，那闪电狼今天的一个表现，想说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看，就是对于明天这样子。 What do you think of Flash's overall performance today? I think today is more a story of our lack of good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their good performance. They're a really strong team. I think especially on stage, they're a great team. But we failed today pretty badly. I think we felt a lot more confident against HQ. I think we lacked some of that confidence against Flash Wolves. 他是表示说，闪电狼在舞台上，在比赛场地上的表现非常，就是怎么说，就是在现场的表现的话，他是觉得说会比平常练习的还要优秀。 相较我们比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稳定。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会比较稳定。对，就是像就还是就是现场气氛的关系啊，毕竟大家都是支持闪电狼，对我们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哦，但是我其实在其实我在聊天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支持你，那也希望你明天这样。那Chill这边呢？What do you think of Flash's overall performance today? I've always like rated Flash's is a pretty good team, so. I think Bacon, Jack, and Jongi are like the best two in that team. Like their team work together, and they sort of carry the team a bit. I think, like they're their main two. But I think it was just like a disappointing performance from us, honestly. 他是觉得说闪电，他是认为闪电狼一直认为闪电狼都是一个很优秀的队伍。然后他是认为说这个队伍上最厉害的两个人就是季总加上培根，啊，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是默契是非常非常默契。他是比较对于说我们今天表现有点失望。 也看出来没有一些小小失误，但是明天是你们的主场肉，你们可以去拿出你们的底牌跟秘密武器来针对闪电狼了。你们觉得对明天的自信怎么看？就是毕竟闪电狼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打任何比赛，所以我们对他们的一些分析也没办法说做到像他们对针对我们。毕竟我们上个礼拜才打了两天跟 HQ 打了两天，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奖励闪电狼在循环赛的时候拿到第一名。 所以这个也无话可说，但是就是觉得说，这个对于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劣势有点太大了。对，就是闪电狼其实报的是有非常大的对战人数，两天的主场跟看到可以靠你们非常多的情报。所以虽然明天是主场，会相对也是一场硬仗，对不对？那这边的话想问一下，就是平常教练好像在台上的站赛前喊话呛声，都是钢把响的。那想问一下，明天会想出，明天会想出什么类似的呛声词？会尽力而为，会尽力而为吗？所以明天。 不行啦，我觉得你们要更凶一点，凶出来了，对不对？其实做这种话，就不太适合我的人格啦。我实在是不太适合做。 对，那这样一路打下，相信你们今天很累了。那我也非常期待你们明天的表现，那是否能给我们带来第三天的一个赛事，也是非常我们非常期待的事情哦。那我们这边也谢谢我们请到教练跟选手，那我们来这边跟各位观众说一下再见喽，再见。Bye. I'm not the only one.
却出不着，宁可若不是对的人，不想要。我不是不爱，是因为明白，感动和精彩随时间摇摆，站在路口和恋人们并排，空的手指能插口袋。请你稍作忍耐，继续等待。